你睇呢一度就系列治文山附近嘅公园啦。通常好多居民咧都会食完饭啦，都会带啲小朋友啊，或者带啲心爱嘅宠物啊、狗狗咁嚟呢个公园行嘅。有时都会见到有啲老人家啦，或者啲家庭啦。叫做有啲小嘅山坡咁啦，一片嘅草地。嗱，呢个镜头咧就系一个社区会堂啦，同一个小学。前面呢度有啲嘅游乐场嘅设施啦，系俾啲小学啊、幼稚园嘅小朋友玩嘅。